阿诺斯科后撤，三分线不怕，但是往里边走就要注意了，他的两分球命中率啊。阿诺斯科运着往里攻，大恩这个防守形同虚设。阿诺斯科换防之后打达科，里边怎么着还要打大恩，这顶大科普啊，说现场喊进的那个大哥最近做了个小手术，不敢太发力。机会球，看外线高虎斯克，阿诺斯克往里攻，对得打，分给外线三分。广西威少有可能会结束比赛，这时候合肥狂轰上了阿诺，看给个手递手，再来一个阿诺斯克啊，三分投中，已经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上来之后各中一记三分。大孙威体前右边过去，欧洲步漂亮，抓到篮板球，然后单手把球给劈扣进去了。这傻吴龙浩三分没进，莫尔森前场篮板，再给球阿诺斯克两分打进，好机会，阿诺斯克给右边四坤打进。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不够了，吴龙浩的这个三分球来的有点太